我朋友开了个自行车厂，然后小米粒知道了，说那个自行车骑着能健身、能锻炼，还能去外面吹吹风。这风都多大了，还吹风啊？你说，吹风必须得戴个眼镜啊！一会儿小米粒来了，你把这个自行车和这眼镜都给他啊！不行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得去洗眼睛。明白了，你快去吧，快去吧，天经理，哎呀，这个任务交给我吧，啊！哎呦我的妈！这家伙看这装备，啊，还整个游泳眼镜，你看这玩意儿不勒得慌吗？春天到了，这玩意儿送给小米粒儿，他俩要出去骑自行车锻炼锻炼身体，还吹吹风，这不把王小倩儿给晾那儿了吗？啊，他俩要好了，我那老同学不就晾干了吗？绝对不行，我赶紧给他打电话。哎呦我的妈！来来来，小倩啊！赶紧来一趟，快点的，出事了，啊！快点来啊！有紧急情况，我来啦！哎呦，我的妈！得亏你这轮小，要不然你进来了。那个小脸，找我啥事儿啊？找你啥事儿？王浩少啊！看看这是啥？自行车？你给我买的？啊，我给你个大嘴巴子，你要不要？还我给你买的？这是田笨笨给小米粒买的，咋的？这，瞅瞅啥呀？咋的？咋也不咋地，还咋的？人家就准备俩人骑自行车锻炼锻炼身体，春天到了要吹吹风。小脸，啥也不说啊，感谢你把这事儿告诉我啊，我下辈子当牛做马我都报答你，不点。我下辈子就做女人，直接嫁给你。哎呀，小倩，小倩，咱不能恩将仇报，好不好？不管咋地，反正我是谢谢你啊。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。哎呀，干啥？干啥呀你？我把他推走啊。你推哪去啊？还推哪去？我把他推到共享单车的车队里边去，都不用扫二维码，爱谁骑谁骑。你给我站！想啥呢？放着，这是我看的东西，我们田经理给我交代的任务，完了你给车推走了，那不是我保安失职了吗？行，我不推了，行不行？真的，我把车气给他放了。哎呦我的妈，放气儿，在我保安面前你给人放气儿，你当我是空气儿啊？行，都听你的，行不行？气儿我不放了，行不行？那还差不多，我把后座给他卸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等会儿。小倩，你想想啊，你要是把这后座给卸下了，那田笨笨就骑着车，小米粒儿就坐在了田笨笨宽阔的臂膀里，他俩哇哇的在前面骑车，你在后面夸夸的，就是注意啊，那画面像不像他俩遛狗呢？大亮哥，哎呀！我说命运呐，吵吵啥呀？你个大老爷们，你瞅瞅你啊！遇事要冷静，好不好？我能冷静吗？啊，车不让推，气儿不让放，后座不让卸，那我打气行不？哎，打气行，我打爆他！打爆他！打爆他！打！把车给我撒开！就打爆他！不行，撒开！我撒开！绝对不行！我就打爆！这我必要。嘿，哎，这是干啥呢？要与车共舞啊，小脸啊，那这抱的是不是有点太紧了？车圈都快被你勒瓢了。那田经理，你不明白咋回事啊？王小倩非得要给这个车打气儿，让我给制止住了。你说我厉不厉害？王小倩咋的？谢谢你啊！哎，车胎就没气儿了，你还知道我给车胎打点气儿，你咋这么好？于小脸，我发现你是真挺有劲儿啊！啊，抬这么半天，你不累车都累了。你就这么干啊！你工作不认真。这个月的优秀员工啊，有待考察。来，拿这个打，快！啊，你多余不比。我不是，田笨笨，你放心啊。我保证把这气儿打得足足的。那个，
嘿，于小脸，这可不是我要打的，是他让我打的。这样，放下啊，不能打啊，我就打，不能打。他让我打的，我就打。不行，撒开，撒开，别打，不打，不能打，不能打呀，别打了。哎，干啥呢？多大人还打架呀？啊？你俩谁打谁呢？这是、啊、不是谁打谁？王小倩跟个车干起来了。啥玩意儿跟车干起来了？小米粒是这回事啊？这车胎没气儿了，我呢想给他补补。哦，我是好心不？嗯。他不让。哎呦我的！哎呦我的妈呀！你看这小子厉不厉害？这编瞎话，你看你厉不厉害？你叫你竹子，你不是竹子，你是真损呢！哎呀，你说到底听你俩谁的呀？小美人，你听我说，你说，他呀知道这个自行车是田伴们送给你的，完了小心眼上来了，非得要把这车打气儿，完了给打爆了，能明白不？王小倩儿，你怎么能干这事儿呢你啊？小美人，我就是不想你跟田伴们去吹吹风，能不能别整这出啊？就不许去。谁说这车是我买的了？人这车是秘密托我买的，我这不在家吗？田笨笨帮忙给送过来啊！啊，那是咋回事啊，大爷？是这么回事儿，这不开春了吗？秘密说呀，想买辆自行车，可以锻炼身体，还说呀，想带颜值最高的人一起去骑车，顺便呢还能吹吹风。吓死我了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我好像明白了。这事儿好像跟我没关系，是不是？那个小脸儿，秘密买辆车，要和颜值最高的人去吹吹风。谁颜值最高呢？你想？你想多了，不是你，是张璐。你说气人吗？怎么能是他呢？哎，你再想啊，张璐驮着秘密去吹风，那是啥画面？你好好想想。那是啥？张璐驮着秘密，哎呀天哪！那还能啥画面？张璐骑着车，秘密坐在张璐宽阔的臂膀里，他们俩吹着风，我在后面夸着夸着就是追。这不是他俩遛我呢吗？那个，小脸啊，小脸，别上火啊，气儿我不打了，我给他放气儿。上一边去！我告诉你，王倩啊，爱情是爱情，工作是工作。在我工作的时期，我绝对一丝不苟。你别给我捣乱啊！不是，你咋这么犟呢？闭嘴！我为你好吗？闭嘴！小米粒，这个车真是秘密买的啊！真是秘密买的。你那歌怎么唱？哎呀！我说命运啊！小脸啊，小脸。气我放完了，不用谢我啊！你咋这么气儿呢？你真不会对叫这个名字，你欠！你给人放气儿干啥呀？为你好吗？为我好！你给人放完气儿，我还得给人充气儿，真烦人！哎，秘密，于小脸，干啥呢？干啥呢？给你车打气儿呢。到时候张璐驮着你，你俩吹着风，顺便溜着我。啊？啥意思啊，秘密？啊？你不说买这辆车想和颜值最高的人一起去吹吹风吗？那我说的也不是张璐呀，人家踢联赛呢，哪有时间跟我吹风？哎，那你说的颜值最高的人是谁呀？我说的是啊，颜值最高的保安于小脸儿。这不嘛。春天到了，我合计运动运动，骑骑自行车，让他陪陪我，顺便让他也吹吹风。哎哎，小脸，没听见吗？秘密说的是想和你去吹吹风。来，这，吵着别吵吵，这个自信我还是有的。哎呀！哎，那我问你，啥时候下班啊？还啥时候下班？那肯定是越快越好啊。小脸。你现在是什么心情？我现在心情那家好到爆啊！于小脸，怎么回事啊？
我都说多少遍了啊，让你离车远点，离车远点，快把车胎给我打爆了。秦经理，这个事儿你太多余吵吵了。我告诉你，哎呀，对于这个车我打爆还是允许的。怎么的呢？因为毕竟我也是这台车的男主人翁。对，笨笨，是这么回事儿。这台车呀是秘密托我买的，然后他呢想带于小脸一起去吹吹风。于小脸一听激动了，直接把车胎给打爆了。咋办呢？都爆了。这秘密约你那是好事儿啊，是不是？那个你别着急啊，你这样，小脸、赶快把这个车啊推大门外，找个地方补胎，我帮你站好岗。田经理，这个绝对不行，我告诉你，咱工作就有工作的样啊。对，你看着没？剩下班还有一分钟，我也得坚守好最后的60秒。好，春天到了，秘密想吹风呀，也给我启发了。正好你骑车来的，要不你也带我去吹吹风，顺便可以感受一下春天的美好。不行，我一会儿还得回家呢。哎，我正好要去你家那边办事儿，你就顺路把我带上呗。上来吧。速度快，抓稳了。小米粒甜妹妹，我让你们春天的美好有我在，我让你们直接过冬天。哎，我等着。小山啊，来，慢点啊。来，于小脸都去吹风了。嘘，倒计时，3、2、1。咋的了？下班了。下班了能咋的呀？车坏了。着啥急呀？看你这话说的，还怎么的？车坏了，俗话说得好，哪个男人还没有一台属于自己梦想的座驾呀？稍等。上车。这怎么的，于小脸儿？你准备骑这辆车带我去吹风啊？不是，你这也不是吹风啊，你这车有点兜风啊。放心吧，肯定把风给你兜漂亮的。那啥，街坊邻居这回也看明白了吧？追了这么长时间秘密，我估计这跟我吹风了，这基本是同意了哈。想啥呢？咱俩永远都是好闺蜜。完了，这次我又吹风了。